遇到一个女朋友，还有有养猫，她超爱这只猫。我 FB 上没有我们合照，只有她跟猫咪，真的。然后这一只吗？对对对对，看起来真的比你聪明哎，很有气质，对不对？他就说，哎，这个猫咪很喜欢你，就跟他玩啊。然后这个猫咪会睡我头上。然后有一次，我想说，那我试试看跟他玩，他感觉很喜欢我，然后就这样弄他一下。结果他觉得我的脚很好玩，我那天有穿袜子，然后玩玩玩，结果他的假肢出来，然后到那个袜子里面，然后我想说，哦，那你真的觉得他中文很好吗？是指甲不是甲指，指甲你是要讲爪子还是指甲吧，对不对？爪子，谢谢。结果他卡住了，然后说，哎，你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他就开始发疯耶，我的脚在那边丢来掉去，然后那个女生就过来帮我，因为我要下去帮他的时候也会咬我，很夸张耶。结果有一天我去他的家，然后我们没有关好。我以为是那种关就会锁好的门，他的不是，他叫关再说，我不知道。然后那天晚上不知道是风还是怎么样，把那个门吹打开，猫咪跑走了。